入侵的剧毒狮子鱼在我国一盘上千，供不应求，在美国却泛滥吃不完。亚洲的物种到了美国似乎都很容易泛滥，肥美的鲤鱼到了那边泛滥成灾，营养的黑鱼到了那里长成了恐怖怪兽，连好吃的亚洲虎虾都把美国人搞得焦头烂额。这几年又一美味物种狮子鱼在美国泛滥成灾了。狮子鱼长得不像黑鱼那样恐怖，反而很漂亮，肉质也没有鲤鱼那样的腥味，而是非常鲜美，在我国只在各大高品质酒店才能吃到，一盘价格就要上千。然而这美丽又美味的狮子鱼到了美国却泛滥成灾，导致当地的本土鱼产量降低了60%以上。这是为什么呢？狮子鱼学名梭鱿，主要生活在浅海海底的岩礁或珊瑚礁内，可以下潜到300米深的海底，身为底栖鱼类，它们虽然会游泳，但是速度和灵活性都很一般，对敌时全靠身上炸开的毒刺。狮子鱼的毒刺毒性很大，人类如果不小心被刺中，很快就会呼吸困难，严重的还会直接晕厥，因为这难搞的毒刺。狮子鱼在海里几乎没有天敌，那么美国人为何要引进这难搞的狮子鱼呢？这主要是因为狮子鱼漂亮的外表，它们的身体颜色艳丽，背上长着13根坚硬的毒刺，胸鳍像羽毛一样散开，背鳍、臀鳍和尾鳍都是透明的，眼睛上面还长着几根触须，在水里游动的时候非常漂亮，大部分时候它们都是作为观赏鱼被饲养的。美国人也同样被这长相美丽的鱼给吸引了。上个世纪80年代，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水族馆就养了6条亚洲的狮子鱼。然而美国那边每年夏天都容易发生飓风，佛罗里达州的狮子鱼就在一次飓风的袭击下被裹挟到了迈阿密旁边的加勒比海里，开始在大西洋繁衍生息壮大。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6条鱼怎么会给美国带来那么大的灾难呢？首先，狮子鱼恐怖的繁殖能力，虽然身为海鱼，但狮子鱼的繁衍能力比很多淡水鱼都要厉害得多。它们在繁殖期每隔4天就能产一次卵，每次产卵能达到3万多枚，一条雌性狮子鱼每年可以产卵200多万枚，繁衍速度和数量都相当的可怕。再者，狮子鱼在美国没有天敌，前面说了，狮子鱼背上长着13根坚硬的毒刺，靠着这些它可以打退很多肉食性鱼类，在原产地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里就几乎没有天敌，而到了陌生的大西洋，当地更是没有动物认识这种鲜艳的带毒鱼类，更别提消灭控制它的数量了。所以很短的时间内，狮子鱼在加勒比海的浅海数量剧增，泛滥成灾。其次，狮子鱼的食量惊人，别看狮子鱼长得小巧，体长不过25到40厘米，但食量很大，幼年小鱼每天吃6到14克食物，成年的狮子鱼每天要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90%的食物，一条鱼一年要吃掉相当于自己体重8倍多的食物。并且它们的食性很杂，只要它的嘴能吞得下，它就全都能吃。靠着巨大的数量和食量，狮子鱼给加勒比海的生态食物链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给美国南部的渔业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据统计，是自鱼泛滥之后，加勒比海本土的鱼类数量减少了60%以上，并且他们吃了很多清理珊瑚的鹦鹉螺等生物，导致当地的海水底部环境恶劣了不少。因此美国官方政府开始想方设法地治理泛滥的狮子鱼，首当其冲就是宣传它的美味口感，除掉背部的毒刺后肉质非常鲜嫩。为此美国官方还发布了狮子鱼的烹饪菜谱，编写了料理大全，并举办狮子鱼美食活动推广这种美食。不过最终也只有少数猎奇人士愿意偶尔尝一尝，普通美国平民依然没把狮子鱼当成常规食材。之后美国官方还尝试过人工捕捞，但是狮子鱼是底栖鱼类，大型的器械渔网等都无法发挥作用，只能靠潜水鱼潜入海底挨个捕捉，这效率自然十分低下。为此他们还训练鲨鱼，希望鲨鱼能主动捕杀狮子鱼，方法也是简单粗暴。先不说这种手法究竟能不能让鲨鱼改变口味，即使有鲨鱼吃过狮子鱼后喜欢上它的口感了，靠这种人工映射的方式也训不出几条鲨鱼来。要知道狮子鱼在我国一向价格不菲，几厘米大的狮子鱼作为观赏鱼可以轻松卖到200多元，做菜要用的30到40厘米大的狮子鱼在高档酒店每盘价格都是1000起步，根本泛滥不起来。即使在古巴、委内瑞拉等地，狮子鱼的口感也非常受欢迎，不少民间力量会自行捕捉卖钱。只能说美国人太挑口了，在没有民间力量的帮助下，只靠官方投入治理泛滥的狮子鱼，自然是成本高效率低了。